你一个大男人是怎么打出一套女人拳的？我功夫也不算哪位荣耀，他也没见过，极少是凭着这本技。行。你就是叶问，我金山者，今天是来佛山比武的。免得了刚西服，免得了。你该咁多人嚟，你咪想话俾我知你想切磋吗？当然，我是来佛山开武馆。开武馆啊嘛，开武馆你唔使同我打，你换个好啲嘅地方咪得咯。请你离开。我听说咏春是女人创的拳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一个大男人是怎么打出一套女人拳。好的功夫不分男女老幼，是人的啫。怎么不敢打？我要你一只手，两只手都可以了吧？福山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不会同你打的，我不想打完那些东西。你放心，打坏什么东西我赔。好。咏春一慢，我的功夫还可以吗？不用说，今天我给完全输给你们的帽子。你错了，不是男的拳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
很小心来到这棵树上。开一马，好快好快的车，很漂亮。